快手早餐，煎一块吐司，淋上酸奶可可粉。两个鸡蛋，加入100毫升牛奶，搅匀备用。将吐司浸满牛奶蛋液，平底锅少许油，煎至两面金黄，用黄油煎更香。两片重在一起，用勺子压一压，淋上多多的酸奶，撒上可可粉，再来杯咖啡，我们开动了。